和妈妈聊天的套路。妈妈妈妈，我想买奥特曼卡片，我的同学都买了。不行，买那东西干嘛呀？能吃人还是能发财呀？就是在浪费啊。那你不是也总买彩票吗？结果买了好几年连五块钱都没中过，坑死。得，那少买点吧，真是浪费。第二天，不是啊，这些卡长得都差不多呀，你买那么多干嘛？真是糟蹋东西。妈，这怎么能一样呢？你看这个奥特曼胸口是蓝的，这个胸口是黑的，他俩根本就不一样。切，我还是看不出来有啥区别，就是浪费。那妈妈，那你每次买口红的时候，两款颜色明明就差一点，那你不也都买了吗？坑死！哎，你说的对，接着买。第三天，哎，被我发现了吧？这两张卡里的人物是一样的，就是前后顺序不一样。你为啥买？这是浪费。那妈，你每次去剪头发，剪之前和剪之后都看不出来区别，你为啥还要剪？浪费多少钱？坑死！没毛病，买买买。第四天，妈妈，我渴了，想喝橙子汽水。橙子汽水那东西能喝吗？里头根本就没有橙子啊！那你总吃的锅包肉是用锅包的吗？啊，夫妻肺片里头有夫妻吗？啊，东坡肉里面有苏东坡吗？啥？撒尿牛丸里头有？行了，别说了，买两瓶。第五天，妈妈妈妈，我想买奥特曼卡片，买买买买买，绝不废话。Nice。不行，汉堡是垃圾食品，吃了死。那我吃面包行不行？可以吃，随便吃。那我吃芝士行不行？可以吃，随便吃。那我吃锅包肉行不行？可以吃，随便吃。妈妈，那你做锅包肉的时候可不可以炸完肉排不浇汤汁？当然可以。好的，妈妈，那你一会儿把不浇汤汁的肉排和芝士啊一起夹到面包里交给我。坑死！你小子实在太坏了。第二天，妈妈妈妈，我想喝奶茶行不行？不行，奶茶是垃圾食品，吃了死。那我喝奶行不行？可以喝，随便喝。那我喝茶行不行？可以喝，随便喝。那你把奶和茶倒在一起。好啊，你真不会以为奶茶就是奶和茶加在一起吧？没用了吗？刚才做锅包肉剩的糖不是没用吗？你把它们都加到奶茶里去，坑死！防不胜防啊。第三天，妈妈妈妈，我想吃羊肉串行不行？不行，羊肉串是垃圾食品，吃了死。那我吃烤牛排行不行？可以吃，随便吃。不行，你还是去吃羊肉串吧。啊，妈，你这是投降了？是的，臭小子，你实在太坏了，我玩不过你。